哈，我是芳姐啊，今天这个大事哈，我来他家里面看一些古董，我去他那里看一下啊，他要我上去的。老赵，老赵，啊，那个，啊，这个东进去，啊，不是老赵，啊，他要我看一下这个东西，啊，这么大一个东西，慢一点，你慢点。也不黏黏，你放在那里，那个阴下雨天那个什么的，你行吗？怎么弄好的？要不这个怎么进的？时间这个上面就不锅房了，就不漂亮了。哎，我就是说了没用，你先放在家里面用它，我漂亮一点，我放在门里头，好吧？好吧，你你还有没有别的东西？还有没有别的古董？家里面还有没有别的我们都要的那些以前的东西？有的，还有钱的，我好像没人家花钱了。他的名片，有人有两个差别的。不是不是，那个什么都是我们去金子啊，去金子都是用名片的，都是金宝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我没出钱。哎，是的。现在还有个闲时间嘞，你那个就不要叫我们叫你个闲时间。嗯，对对对，您还有什么东西给我找一下好不好？啊，我在这里等一下您啊，好吧？您找一下拿过来给我看一下好不好？这东西你给我找一下啊，好不好？你去找一下。我去拿。这里还有一个东西是吧？这是你找出来的了啊，给我看一下啊。啊，这里光线不怎么好，我到那外面那里去看好不好？老人家是这样子的，我在这里看一下啊，叔叔。好的，我来到这里光线好一点，因为那个房子里面嘛，我看不清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你过来一下了，你过来一下，因为挖东西，我要打开看一下。嗯，没事的，没关系的了啊。这个是你什么人什么时候的？这个老少？起码两百多年的。这个两百多年了。嗯，哦，是你祖辈留给你的。嗯，阿姨好。阿姨在吃饭，讲完了，在吃饭啊。我叫风啊。这个是一个箫鼓嘞。箫鼓。是个箫嘞，是一个。这个真正的这个古董。这个真正的古董啊。我看一下，啊，叔叔。嗯。好不好？好。可以看一下吧。应该不好。可以看一下吧。嗯。我需要也不能。你还有，哦，那没得根据嘞。啊，声音还是蛮好啊，这个材质还是可以啊。你这个要多少钱啊，叔叔？这个要多少钱？三四万块钱啊？嗯。为什么这么多钱啊？古董啊。哦，古董就要三四万块钱的。那没有，不能。你觉得好些？我叔叔是这样子的嘞。我卖给你多少钱？不是说古董就要值三四万块钱的，你卖给我可以，只是我们这个行业又有一值这么多才能买的，你太的越多了，我赚不到钱了，我会亏的。你觉得好些是好多钱了？是啊，我是多少，你就是多少，是吧？不是，我又卖给你，你出钱。你卖就要我出钱。嗯。我给你出400块钱，行不行？三四万其实肯定不行的啊，叔叔，好不？400，我钱可以。啊，不行的，这个是个木头的。啊，行，你说话的呀，也不是我钱，不是我钱。对，不可能要老人家吃亏的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可以，400块钱行不行？行。400块钱行了。你没搞我了吗？不会了。我怕你。不会了。中等老高，你那不会放心。八十岁的老金毛毛啊。是的。现在行吗？还可以，你还可以。啊，精神状态还蛮行，还可以。400块钱好不好？还是好好放的呢。卖给我就算了，好吧？不要14万了吧？人家不是那因为人我老少了。好的。你相信你？好，相信我是吧？他老人家还相信我，他说一下。嗯，那一、二、
是啊，400块钱啊，好不好？让你们送不下啊，身体健康啊！哎呀，那东西啊，叔叔，这个东西我拿走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不给你，还是给我？给你，给我哈。这下子还是还可以啊，把90岁的老人家了，他还清楚。好，那我走了啊，叔叔，好不好？让你们送不下啊，啊，身体健康啊！这阿姨身体好啊！我拿出去啊！好的，好的。今天在这个老叔家里面，买了一个大横窗子，它材质只有一般啊，是一个很木系列的，很木系列里面的一个像，它像就是代表太平，太平盛世的意思。我还是喜欢这个大像，像就是太平盛世啊。这个不是怎么雕刻的，但是这里有一点，是另外把它雕刻起来的啊，是两块木材拼起来的，但是还是蛮喜欢的。花姐本人是很喜欢这个大厦的，感谢大家的关注了啊，下期节目再见。